小夏老师为了保护我受伤了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小夏老师并不讨厌我，甚至在他心里，我还是一个好孩子。不好，幻影和蓝方包都被天鹅怪打败了，能战斗的只剩下我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小夏老师。狼牙超人，上啊！我是阿乌，跟我一起守护城市吧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